啊、哦，接下来这位选手呢？哦，不是选手，歌手。哎，他啦，可是现在新生代的台语歌王。哦，已经在是歌王嘞，真正。咱头先有看到，咱大电视墙，哎呦、哦，有很多那个我们的粉丝朋友跟偶像同框演唱喽。是啊。接下来这一位就是很多人为了跟他同框去唱那个卡拉 OK 机。哎，那真的大家来期待看看，您呢演唱的这个画面会不会跟他同框出现在我们的大荧幕里面？期待一下。他跟我们一样的都是选秀歌手出道的，当时候呢以一首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而且这一首歌呢也让他一炮而红，没错，也变成了很多呢参加选秀节目的新人拿来挑战的歌曲。他是谁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百万王子许富凯。台中的朋友，尖叫声！你离开，已经几多年，今夜不再。想你，一切亲像在梦中。你离开已经几多年，今夜不再想你，凄凉的暗暝，梦不打湿边。离开，今夜想着心伤悲，想当初你甲我甜蜜的情，过去啦，无缘的。心稀微，无缘的无论去佗位，我会永远思念你。虽然我明知影你甲我已无缘，我恁唱哦。好，尖叫声再来一条吧。你离开已经几多年，今夜不再想你，一切亲像在梦中。你离开已经几多年，今夜不再想你，凄凉的暗暝，梦不打湿边，无缘的为何来离开，也想着心伤悲，想当初你甲我甜蜜的情。
我想要听到的是全场连后面的一起哦，来哦，一二三，哦，台中朋友大家晚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 ，OK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，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呢，五月快到了，五月呢也算是母亲的整个月份，让我希望呢，借由这一首歌，送给我们提早过个母亲节，好不好？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那在这边呢，祝福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，给自己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好。对，继续。叫阮的名送给你们，谢谢。你们手机有那个闪光灯的，我们把它打开好不好？对，把它打开。很漂亮哦，哇！上帝叫阮的名，一句比一句疼。亲像在问阮敢要行官，无需要别人来讲，阮心内嘛知影，是你的声，是你的声，伤大伫阮的梦，一段着一世人，上惊日头的将来。虽然离开遐尼远，阮犹原会知影，是你的影，是你的影。叫阮的名，阮用一生真石疼。当初细汉袂赴乎你了解，你是阮的生命。叫阮的名，阮需要你来作伴。人生的路途，阮爱你，牵阮行。谁在叫阮的名，一句比一句疼，亲像在问阮甘要行官。无需要别人来讲，阮心内嘛知影，是你的声，是你的声。伤大伫阮的梦，一段着一世人，上惊日头的将咱拆散。虽然离开遐尼远，阮犹原会知影，是你的影，是你的影。叫阮的名，阮用一生真石疼。当初细汉袂赴乎你了解，你是阮的生命。叫阮的名。阮需要你来作伴，人生的路途，阮爱你，牵阮行。当初细汉袂赴乎你了解，你是阮的生命，叫阮的名，阮需要你来作伴，人生的路途，阮爱你，牵阮行。是阮的生命，叫阮
命，阮需要你来作伴。人生的路途，阮爱你，牵阮行。人生的路途，阮爱你，牵阮行。啦啦啦啦啦啦，耶！好听吗？好，刚刚那个尖叫声很过瘾，我想要再听一次，你们愿意吗？来，吼吼吼，你弄我假爸来吼，哇，感谢啦，谢谢。等一下去买喉糖保养一下哈 ，OK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带来第三首歌，这是呢我在去年年底发行的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，叫做《我不是你想的那么快乐》，送给大家。老的的声音，小步我在窗仔边，外面足繁华，心打开是戏。一个人面对所有的期待，要找谁讨论，要找谁支持，要找谁安排。恋恋的心思，一暗藏在心内，爱你的心情。真重要，所以讲三遍，希望你感受，希望你体会，希望你了解。我不是你想的遐尼快乐，想来真歹势。予你失望，当初咱的梦，讲过的约束，会当为你找我一点的真良。我不是你想的遐尼快乐，我嘛真感谢。感谢你的祝福，虽然世间事难免有阻碍的受伤，有你的鼓励，我就充满力量。
感谢你的祝福。虽然世间事难免有阻碍的受伤，有你的鼓励，我就充满力量。我不是你想的，我不是你想的。谢谢、yeah. 哇，凯哥，凯哥，你这是神等级的唱功，凯哥，凯哥，凯哥，这边请、yeah. 太神了、哦、这个歌声这嘛是我的最爱，真的真的，我怎么办，他每天姐都会站起来做会唱，真的他头前第一句话说我跟徐富海合唱了、啊、真的也第一句有安呢，有有安呢，安呢安呢吗？是无这多，但是有安呢。梅姐，你知道我们今天晚上的 K 歌之夜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说呢，因为今天我们现场有 K 歌机啊，哦，对，很多朋友呢，就是因为赶快去唱 K 歌机，可以跟自己的偶像同框，刚刚也同框很多。对，咱已经安排是不是大家在下卡拢没？做嘞一起唱，那我这位唱吧，有吧？可以大合唱的歌，有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。我跟你讲，嗯，今年咱一定爱得奖。不是入围而已，得奖你讲好唔好啊？破声的歌来听好不好？好。但是咧双击的刚刚，对，就是爱把迄个气势拼起来。哎呦，够、啊、人入围还最该无得奖，该赛季。没赛季，好不好？好得奖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你讲，一定要得奖，那不一真正不是咱想的这么快乐。对，不是你想的这么快乐。都留几对瓜，武雄老师改一下呢、啊欸，好美哦！对啊，能够得到武雄老师写歌呢，好开心真的不容易啊！欸、你有特别看规个歌词下来，有哪一句话特别打动你的？应该是讲我准备收歌的时阵，然后我有跟老师先开会、欸，他一来我们公司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说，跟我讲好说，我已经帮好想帮你想好专辑名称了，就、哦、是我不是你想的遐尼快乐。其实那个当下，你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。你内心是很复杂的，可是发想怎么来？对、嗯，因为他说他为了想我这个专辑名称，他整天啊三天三夜没睡觉啊、哦，对，真的是，所以他一讲也打动我。我相信现场很多朋友很多的状况，状态也是像这首歌一样。没关系啦，把它说出来，对不对哈？然后把希望寄托在明天，哦、好不好？哈、哦，我觉得有时候心情不要物质啦。是啊，该唱出来的好啊，唱出来。我该要求，是不是安尼？美人姐安尼，你敢会咱跟我唱这句？我不是你想的遐尼快乐。耶、yeah, ，我跟美人姐合唱到了啦。同框同框，偶像厉害，同框、這個、偶像厉害。耶、yeah, ，我还讲刚才我没收票，啊，无大拢退票。哎呦，再一首好不好？再一首吗？再来。再來因为今天是 K 歌之夜、嗯，我想有一首歌一定可以带动大家一起唱，哦、叫做《无人识赛》。哎呦，最记得，无人识赛，气氛。嘿，会耶，你先等麦克风，你先等最，这条拢一唱落下，你拢免唱。是讲轻松点。没有。
我刚才很感动哎，真的会，我们没有放麦克风，可是那个回音我们都听到了耶，真的哎，很厉害哦，大家，好哦，这位好那我们一起唱了好不好？好，掌声欢迎徐凤涵，谢谢。把你们双手举更好吗？一起哦。你敢有听到落雨声？亲像是别人在笑我。朋友的感情看甲这么淡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仔才知影？原来你听到这呢话，朋友的感情煞会放弃人，失望的心情无地方，相思的目眶内地讲白贼，予我心肝头是疼几天，人生来听破你欺骗的话，莫搁讲遐尼多，找一个七分的所在，烧酒一杯，两杯，三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笑话，今仔我无想要讲一首的离开两个，找一个无人熟悉、远远的所在，开好一杯，两杯，三杯，起来自由飞。对因来招呼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让我听到全场声音，耶、一起唱。你敢有听到落雨声？亲像是别人在笑我，朋友的感情看甲这呢重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仔才知影？原来恁听甲这呢晚，朋友的感情煞来放弃人，失望的心情无地方。相思的目眶内在讲白贼，予我心肝头是疼几天。人生来听破你欺骗的话，莫搁讲遐尼多。找一个七分的所在，烧酒一杯，两杯，三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笑话，今仔我欲想欲讲，只想欲离开两个我哩。找一个远远的所在，开好一暝，两暝，三暝，起来自由飞。对因来招呼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找一个无人熟悉、七分的所在，烧酒一杯、两杯、三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笑话，今仔我都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两个。再欢迎们，找一个远远的所在，困好一暝、两暝、三暝，起来自由飞。对因来招呼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